父子俩在海底疯狂转动钢门，却动静吸引来了一条电鳗。看着浑身带着火花的电鳗，两人立马吓得使出全力，在电鳗撞过来的一瞬间，拧开了生锈许久的钢门。随后，儿子借助荧光棒的光芒，摸黑按下了泄水开关，很快潜水艇里的水就排了出去。面对漆黑一片的潜水艇，父亲决定用电鳗强大的电流激活陷入待机状态的潜水艇电源。于是，这两个狠人说干就干，直接用电线把电源接好，随后又连接上铁质的鱼叉。 为了防止自身中电，父亲还戴上了安全头盔。随后，他自信地站在了甲板上，故意制造动静吸引电鳗，而儿子也用手电筒打鼓。这一番操作下来，果然吸引了一大群电鳗。他们悄摸且迅速地靠近了过来，接着看准时机，冲着父亲急速发动了攻击，却被父亲用鱼叉射中。愤怒的海鳗爆发出强大的电流，朝着潜水艇撞去。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简直惊掉众人的下巴。